在第十年的成立有一个这个初衷，就是说如何去建立自己的语言。95年成立开始，想做的事情非常的多。97年，我们把网站建制起来，同时建立了在第十年的网络电视台。记者是自己拿着在第十年的 DV， 去到那个他想要去记录的现场，不管是学生运动方面的，不管是展览方面的，不管是表演方面的，只要你带着 DV， 你录下来。你再回到在地时间的导播室去剪辑，自己上传。我们想要做的是说，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诠释权。虽然我不是当时候的人，但是我仍然看了这些档案是有感觉的。但我觉得艺术创作者他是有更有这个能力去处理这样子的感动力。我自己的研究基本上也是写80-90年代台湾的前卫艺术跟地下文化场景，然后所以就是在这个点上面，其实好像有某种默契，就是常常会有一些档案他们会丢给我，然后会问我一些想法，然后有时候我也会有一些事情会问在地这样子，所以就等于是有在这样的讨论之中，渐渐形塑出就是觉得好像可以来投这个策展证件案。才有了破身影这样子的一个展览的概念的发想。我一开始其实是从在地实验的他们90年代的那些收藏里面挑了将近10个历史事件，他们有记录过，然后我觉得蛮有兴趣的，而且觉得好像可以从里面看出一个关于身体的这样子的一个主题。然后之后呢，再从这里面再慢慢筛选，跟艺术家讨论之后，然后筛选出3个历史档案。我那时候是有点刻意想要找。当时并不是在这个场景当中的实践者的这样子的角色，所以我刻意挑了年纪可能比就大概我这一辈，然后又比我更年轻的一些艺术家去看这些档案。3个艺术家都是作为一种档案的阅读者这样的身份，其实我觉得就会让我们重新去思考说当年的那样子90年代那样子非常反叛的或者是非常反体制的那种文化如何在美术馆当中。再现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多加了一个向度在里面。如果台湾当时候地下乐队有浊水溪，那我觉得沃克就是剧团里的浊水溪啊，就是他们走的一个比较粗糙哦，然后直接的路线。我就把他们这些导演的口述的，不管是剧本上的，或者是剧团历史上的东西，把它综合起来，混出了一个我自己的剧本，就里面。观众听到很多喃喃自语的东西，其实它都是来自他们这些剧本的台词、节目单上的宣传标语，然后还有他们口述的一些过去发生的事情，包括排练场发生的，或者他们甚至团员之间发生的事情。所以整个东西凑起来，就是希望企图建构一个氛围说，说那个时候有一群艺文青年，或者是所谓的非主流的年轻人，他们搞了些什么事情。而那个东西，那个面貌不太像是我们现在人会去想的事情。我主要想要去创造这件事情。那当然我有理想，把它更理想化，因为我觉得历史不可能重建，所以我基本上是用一个我的立场重新去描绘了他们的故事，而这个故事带有我自己的主观的投射，也就是我想象中的沃克应该是长这个样子，更加梦幻或美丽。当然也许当你回到事件现场看了他们原来的戏剧，也许你不觉得是这样的感觉，可是当事情有距离之后，从我这样一个算是不算第三者，但又不是完全的当事人的角度去讲的时候，我觉得会带有一分情感，带有一分想象，也有一定的客观性。这个作品主要是做了两个题材，一个是1995年重新桥上空的，就是。吴宗伟所做的台北空中破裂节的计划，跟同一年发生的那个桥下的那个全民计程车司机联谊会被敌对车行砸烂的械斗事件嘛，台北空中破裂节那个时候，吴宗伟他是想要在重新桥上空1995年的时候去升起一个很大的人形气球，然后他有一个月的计划，就是他想要在那个月里面，他就是按着他列出来的清单去。悬吊起各种不同的东西，然后再去把它砸烂嘛。那东西就很多，就是什么洗衣机啊、火锅啊、电视啊、冰箱啊、机车啊、伟人雕像啊等等的，有的没的。升空之后没有多久，那个气球就破掉，然后就掉下来这样。所以它等于是那些东西它都没有破坏到，那唯一破坏掉的就是自己本体这样子。啊，我是觉得这个有一种很奇怪的。
尤其现在回去看，就有一种很像是某一种寓言故事的那种感觉。这个材料很厉害，这种厉害就是说，它是一个二十几年前的一个艺术计划，可是现在去看的时候，它有一种未来感。那个未来感是，就是好像是我们内心都所欲求、想要去追求的一种，但是又追求不到的那一种未来。全民自行车司机演艺会的成立，其实就是在白色恐怖刚结束，民进党刚开始有发言权。那个时候是台北县的县长是尤清，那刚好吴宗伟他的创作计划其实也是民进党政府所支持的嘛。我们就是邀请了五个当年参与那一场械斗的五个运将回到现场嘛，演了一场戏嘛。我们就是找了一台二十年的老计程车，然后请他们对那台车子喷漆，然后把它喷成整台车变成白色的，这样子一个简单的戏。对我们来讲有趣的地方是在于说，那一台车子喷完之后，它就会回到那个报废厂去肢解嘛。因为报废厂这个事情其实就是车子的坟墓，可是它又不完全是说就丢掉了，它会回到那个报废厂之后，它会拆解，然后之后再去转卖到不同的二手车上，然后变成零件嘛。就把一个尸体埋葬，但是又同时又是抓出来鞭尸这样子的概念，就很像是我们现在在处理九零年代，也是有点那样子的意味啊。因为吴宗伟或者是说九零年代的事情，离现在刚好是不近不远嘛，就是处理它，我们并不想要去把它当成是一个好像是艺术史上的经典来谈，我们其实并不想要去重现九零年代的强度，我们反而是想要去重现这个九零年代如何。我们如何离他越来越远？岛屿边缘本身，它就是从1991到1995中间发行14期的一个刊物，然后它其实是比较多，是不是只是在服务国民党或民进党？它其实有很多服务的是少数的政治倾向的民众，或者甚至是少数的群众，里面特别有酷儿专题。那其实也是九零年代他们带领一些酷儿的理论来的一个管道。然后那个是我对我来说，我比较能够去处理跟回应的议题嘛。所以那时候在那个酷儿专题里面，我就发现到了一篇纪大为跟洪丽的这个对谈，纵浪谈就是身体是一个优秀的粽子。他们就是借用了一个端午节的这一件事情，然后把人的身体去用一个 SM 的形象去描绘在这个他们谈论的框架里面，当成一个影子了。我就反而从这一个身体像是一个优秀的粽子这一种很视觉性的意象，然后并且它里面讨论到的很多是身体政治，互相政治对方的这样子的政治性，身体的政治性。我那时候看到这篇文章之后，我就开始去想要用比较身体亲身经验的方式去了解。第一个是BDSM 这样子的族群，然后另外一部分是我想知道那他们的表演会变成是一样怎么样的展演的形式。一直在处理这个作品的时候，我不当成一个回应九零年代的当时的状况，是因为历史跟艺术跟我之间的距离，每个人处理的方式不一样，但对我来说我无法重新叠合，我只能从他们那时候在那样情境里面的政治关系套在我现在的政治关系里面去思考政治这件事情。那政治它可能是身体的，它可能是国族的，甚至美术馆也是一个政治的载体，所以我思考的过程已经比较是拉开在这一个正常的时间轴里面。因为九零年代的这些文化场景对我来讲还是有一个还蛮近的距离在那里，所以我有点想要让故事继续说下去，觉得好像以作品这种比较主观的、比较个人的这种取径折射进美术馆里面，然后去做这些历史诠释，好像比这么快的去做一个好像纵观的鸟瞰式的历史研究的展览来得更有趣一点，感觉好像这样可以让故事继续说下去，好像一次没有把故事说完。我还蛮着迷这样子的状况。